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题。这个题目呢，是我们中国的，不是美国的，也不是光是武汉市的，是全国小学奥林匹克的题目，四星级的。我们看这个题好吧？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说，以这下面的除法算式当中，每个框表示一个数字，那么问被除数是什么？被除数是不是常常这一串呀、啊？嗯。像糖葫芦一样串成一串，是不是？对。糖葫芦啊，美国有糖葫芦吗？有。有，因为有华人地方。就有糖葫芦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办呢，找出破口呗，是不是？嗯。同学们在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，我有一个方法需要同学们要掌握的。嗯。他们在做这种竖式或者横式的数字谜的时候，特别是竖式的数字谜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马上就找什么突破口。嗯。你应该根据他列的式子算一遍下来，看他是怎么计算的，而这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像我们前面那道题，嗯，我们是不是也是算着让它多少乘多少多少乘多少这样看的？对对对，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听不懂，我告诉你怎么看的。拿这道题，我们看这个式子它是怎么来的。嗯，首先这是一个六位数的被除数，除以两位数，相似四位数，刚好能除完，对吗？对，没有余数。OK， 再接着看一下，这个东西除以两位数，两个不够除吧？不够除。三个就够除了吧？嗯。三个上一个数，它乘以它是变三位数。对。两个是不是刚好减完得到它？对。它得到它。这个掉下来，嗯，掉下来变这个跟这个吧，嗯，这个跟这个是不是要乘以八？对，就上一个八，八乘以它是等于它。对，这点你能会吗？这个习惯你养成了吗？嗯，我们什么先不管，先看这个式子它是怎么构造来的。OK， 明白。好了，八乘以它等于它，两个是不是刚好减完？对，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，两个是不是刚好减完？这是零。对，这是零，是不是把这个掉下来？嗯，这个掉下来是不是要补一个零？零，对。是意外收获，对，是不是意外收获？是的。好了，那么再把这个掉下来，这个掉下来是不是上一个七？七乘以它，哎，又变这个相减等于零，是不是这意思、嗯？对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求这个数字的？对。我要求它的话，直接求不了。嗯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已经得到三位了？对。它是不是好求？它好求，一旦把它求出来，这两个相乘是不是等于它？嗯。有没有意思？有意思。相当有意思啊。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东西怎么确立呢？别着急，还是根据它一步步来看一下。同学，请看。嗯，我现在呢，两个不够除，看三个吧。嗯、对。三个是不是上一个这个东西？对。它乘以它等于三位数。对。看清楚了、哦。看清楚了。这个东东乘以它等于三位数吧？嗯。好，掉下来，哎。嗯。两个相减等于它吧？嗯。这个掉下来吧？嗯。然后上一个八吧？对。八乘以它等于两位数。对。如果你足够记忆力足够好，上面一道题足够认真听，这道题其实是一样的，跟前面那个题。嗯，你发现了吗？发现了。你同学们想一下，这个东西乘以它是不是等于三位数？三位数。而这个东西乘以它居然是两位数。两位数。它必须是几？九。我比你还大呢。嗯。因为我乘以它等于三位数，你乘以它才等于两位数，你是必须是九。嗯、哦。跟前面题是不是一样的？对，你是九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九乘以它等于三位数，但八乘以它是两位数，这个东西是十二，是不是我怪的啊？对，这是必须十二呀。对，九乘以这个数等于三位数，八乘以它就等于两位数，说明它只有十二。嗯，太疼了啊！完了，那么这个商知道了，除数知道，两个相乘是不是等于被除数的？对，河南郑州呢？嗯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同学们，你看这些呢，同学们都不用看了，嗯、分析完了。对。好了，这些同学们可以把视频暂停就可以了。答案就是117684。嗯。F117，隐形轰炸机。嗯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。